近日，芬兰移动游戏巨头公司 Supercell 宣布，正在开发的全新多人游戏 Squad Based Turf 预计2023年2月6日在加拿大开始封闭 beta 测试。据悉， Squad Based Turf 将会实现 Supercell 粉丝多年夙愿，该公司旗下所有不同游戏的角色一起玩，这意味着游戏角色大乱斗即将实现，粉丝狂喜时刻到来。作为一个游戏巨头公司， Supercell 本身就拥有多款热门游戏部落冲突、海岛骑兵、皇室战争、荒野乱斗等等。根据官方消息，游戏中预计将提供120多个角色供玩家选择，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热闹的画面了。从 PV 可以看到，该游戏与同厂商旗下的荒野乱斗类似，玩家可以组队进行多人战斗，例如 3v3、5v5。主要游戏模式如下： Gambling 与其余9个小队竞争，狩猎怪物和收集最多的宝石的队伍获胜，被击败的小队将失去所有战利品并被淘汰。 Manuel 和一个朋友组队对抗其他三个队伍，收集到最多宝石的队伍获胜，获胜队伍分享战利品，失败也能得到。有任务、表情、皮肤、5v5、排名模式，所有角色都有特殊技能。新游袭来， Supercell 旗下游戏角色大乱斗将至，大家是否期待呢？你最想和哪个角色一起 battle？ 拜拜。